起来诈骗，天天不穿校服呢。那个帽衫全都给我掖进去，不许穿帽衫啊！帽衫掖进去，那个女孩那个小辫儿，她那种的麻花辫不行啊！全部来，谁有多余的皮套、散头发不行，全都给我一律扎成马尾啊！好，男生头发啊，你到时候回家剪啊！今天先饶过你们啊，赶紧来收拾一下自己。回来了，坐好，来，现在听我说。前20名给我1、2、3排坐，来20名到40名给我4、5、6，后面的给我坐最后。好，来挤一挤啊！好，自己换一下。来，望红望旭，你俩坐这儿和这儿，一边一个。一会儿我会多次提问你俩啊，还有2、3排的，后面最后一排的啊，我会时不时的会提问你们。你们如果会答，不会的话你说不会，或者后边换一个啊，不能啥也不说啊。不举手，我就不提问你了啊！哎，校长好，来来，快坐，快坐！哎，校长好，那边坐。哎，你好，领导好啊！你好，好，同学们好，请坐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学习的是，哎，就是我们的《桃花源记》。我们《桃花源》的作者是谁呀？哎，陶渊明。那么我们呢，先自己哎大声的朗读一遍。《桃花源记》，来开始。爱好，您请坐。爱好，请坐。好，同学们下课。好，请坐。哎，慢走。哎，校长，把门给我关去。太让失望了。哎呀妈呀！叫一个不会，那简单的咱上节课没说过呀。你们真是的，不给你们补课是不行了。晚上7点准时来啊，小号直播补课，不学你不跟不上你孩子，你不学你能跟得上你？赶紧的来啊，必须的。咱昨天讲的那个万里赴任即关山度若飞啊，那个翻译啊，今天给我啊能。闭嘴啊！哎，喂，你好啊，车主任啊，换号了这是啊，行啊，这是明天是吗？一体馆对吧？那明天几点？啊，行，哦，我告诉一遍呗。行，没事，行。哎，好，谢。咋的都？来，俩给我站起来。我接个电话啊，就在这唠啊。你们这唠没完了是吗？啥事儿？进来。知道了。回班吧，告诉你班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我回来。反正都跑出来了，你上1班和5班啊，你就说钟老师告诉咱，明天啊9点半到一体馆去开表彰大会，听没有？去吧，1班到10班全告一遍啊。接个电话又这么唠啊？唠没完了你们，我也是服了啊。今天作业2倍啊。外加孙权确实河中石兽，一个课文抄2遍，唠吧。明天啊，全部校服全部穿板正的啊，鞋全部给我换白鞋啊。还有表彰是谁？网红吧你。明天你早点来，我跟你说一下啊。网红和王旭啊，你俩行。那个网红，你上我办公室去那个，我桌子上有一个那个叫那个什么来着？啊，对，那个叫大会那个书，哎。那个书你给我发，一会儿拿回来发去啊，我接孩子去。行，那个王旭你上来看一下纪律啊。对呢，这个理解呢就我不用讲了。讲啥呀？有啥可讲的呀？啊，我用讲吗？我讲你们哪个人听了啊？就自己好同学跟着我走啊，那差事我不想管你了啊。以后啊，上课我专门给3班上，哎，好学生，你想听的班里头上3班上去啊。咱班以后语文课全改自习，不用上，
来，手里拿啥呢？给我拿过来。宝啥呢？巧克力好吃吗？问你话呢，巧克力好不好吃？啊？巧克力好吃吗？去小店买54个，咱们一人吃一个。来，给我们七个客人老师啊，一人买一个。去，赶紧的买。你愿意吃吗？买去，给你妈打电话要钱。我不发火，我挺长时间没给咱妈发火了吧？啊？我不发火，你们就特意气我是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你学不是给我学，也不是对付谁的啊，也不是给你爸妈学的，你愿意学不学啊？我工资我照样拿啊，你照样，哎，你愿意考哪考哪去，跟我没有关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你爸你妈啊，别来问我你家孩子为啥学习这么差，回家问你家孩子去，上学吧，明儿愿意给你们上课。一个个的不知好歹啊！你看看那王小红，还跟你唠，看不出来好赖脸你，不要撕裂你。咱们哪个同学能啊正经上课呀？啊，那个王旭你也是的，考那么一次香了啊？自己品品吧你，不要个脸都，赶紧的啊！能上上不能上个滚家去，快说，不愿意给你们上的。来，课代表先回座啊，我咱俩有事儿，一会儿再读啊，赶趟，快回班啊。我先请到有件事儿，那个咱班大榜下来了，咱班我这次看啊，考的挺不错的，第一名是那个王旭，啊，挺厉害的，咋一下干到第一名了？平常没看见你有这么大用功的，挺厉害的。然后啊，还有啊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好，那个今天外面分单区是谁呀？谁值日啊？你呀？还有谁？你俩？行，你俩拿那笤帚在给垃圾箱那块扫扫。他说刚才那有垃圾，去扫扫去啊，赶快点回来就行。还有啊，那个王旭。来上前面，不是王旭去了。那个丁黄刚，来，你上前面来。这是你的奖杯啊、哦，你的奖杯，丁黄刚啊，咱们南岗区一等奖啊，魔方比赛一等奖，非常棒。但你要学习有这么大的效率就好了，拿走啊。然后那个课代表一会儿领一下那个桃花银记啊，特别主要啊，陋室铭、爱莲说、河中石兽全部都领一遍，然后。那个叶圣陶先生二三顺那个，啊，你给我读两遍课文吧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然后那个，这周是哪两个课代表？下周是你俩呀？行，那个下那个，苏一玉没来，然后你就帮他顶一下啊，你帮他顶一下，行，辛苦你了啊。行，就上课吧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咱班谁手表？是咱班的吗？不是咱班的呀，不是我们班的，不是我们班的，上别的班问问吧。行，那就你们先上啊，我先走了。课代表领好啊，第一节课是数学课啊，等那个李老师来给你们上课吧。行。挺开心、啊，考试考的挺好呗。啊？就这玩意儿考的挺好啊。来。王旭，你给我上来，拿走。你这卷子能看吗？啊？你拿小指头写的吗？卷子是让你画画的呀？啊？以为卷子我不看呢？你就能答题卡？我卷子我不看吗？丁黄刚过来，看看哪张是你的啊？画的啥呀？啊？拿走。还有，那考场上就咱班啊，有这画的，那么一厚沓子，别的班没有。喜欢上美术啊？啊？以后都改成美术考试吧。
又给我不要脸。还有昨天书明说教育局天天要来检查啊，那个校服怎么又不穿了呢？那裤脚子都给我挽一下。你老晚上干啥呀？你热呀你，热回家去啊、哦！这不是伺候你的地方，不是你家。那个小辫儿扎挺好啊，那翘的呀，八个辫儿啊，啊，挺美呀。你，啊，再最后跟你强调一遍，明天不能啊，我就把你头发剪脚去。男生说过几次了？啊，那个头发呀，那都不行了。我没说过你那个头发吗？你挺大个小伙子的了，你把那个头发都留那么长干嘛呀？你要梳辫子呀？女生手指盖儿，嗯，谁呀？有没有你吴丽丽、王丽丽？站起来，怪不得是丽丽呀、啊，丽丽家都好啊，那都秃手指盖了。没见过，不知道你们咋想的，真是服了，明天就给我扣个奖。不光他们手指盖的问题，仪容仪表，教育局每天突击检查我，昨天又在谁的地方发现练习册了，我是不是说以后不许带了？你带了啊，带来你别说学校买的，你就说你自己在家带啊。